馆饭店走再请。奴家孙二娘，江湖人称母夜叉，在十字坡前开了一家小小的店房，如今呢都实行个体户进城经商，我呀又经营了一座中外合资的大酒店，起名叫孙格里拉。今儿个呀我要仗榜招供，我说杨秘书啊，对了，我本的天波府的杨八姐请来给我当秘书了。哎呦，我的秘书杨啊，咱们的招工的广告张贴起来吧。对了，张贴起来，打开录音机热闹热闹。好嘞，酒店张榜招工。是啊，我们哥几个报考去。 这个真本事都拿出来。走吧，走起。到了啊，我说午夜这孙总经理，孙总经理。这不是电视里的济公吗？哟，许九经升官记里的许九经来了。我说哥们儿，到这儿来干嘛呀？听说您这张榜招工，我们哥几个报考来了。啊，哟，成假棍儿了。是，嘿。江光土。哎，总经理。哟，武大郎。哎呦，这儿还有一个现代派。我说哥几个都不是一个朝代的，怎么凑到一块儿去了？这叫加强横向联系嘛。我说贾贵啊，你不在法门寺伺候九千岁，上我这儿来干嘛
呀？哎呦，您这生财有道啊！什么九千岁、八千岁的，这哪有九千块、八千块来的实在呢？哎，这点东西您收下，您收下。哦茅台酒，三五盘的烟，哎，这是地地道道的圆庄啊！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点小意思，我是想介绍我二外甥来报考。你二外甥是谁呀？石谦啊！哎，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哪儿？哦，你小子打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从后门溜进来的，就是改不了你那毛病。哎呀！哎，弟兄们，哎，你们都报考什么工种？哎，我考炊事员呢。我考参军服务员。我考保卫干事。我考 boy。boy。Yes。Are you English? Can you speak English?这个我听不懂啊。哟，这都不懂你跟我砍什么呀？老老实实说中国话，叫服务员不就结了？谢礼谢礼。我说贵儿啊，哎，你报考什么呀？我考广告宣传员。广告宣传员？你想啊，你这大酒店要想扬出名去，就得搞宣传、做广告、上电视、要见报，外加赞助和外交，还要和公证、司法部门打交道。我贾贵这张嘴皮子是200%的能胜任这一趟。你要瞧，这是卖瓦盆的出身，还一套又一套的。您过奖了。啊，我说贾贵啊。哎，我这有份材料，你给我念念。哎，好嘞。这是要我念法门寺那状纸啊？哎，这么些的。快点念啊！哎，句，哎句，别记了，再记啊就不够材料了。去。上告状民女宋氏巧娇，求雪夫含冤事啊！对，就这样往下念着。妾巧娇，系梅屋献血，强称宋国史之女，谨遵父命，徐自世袭指挥，父彭为妻，六立已成，尚未和谨。忽闻是父身遭非祸，赶即查问，岂是情由？方知是父因病复忧，尚未受职，现已服满，前往各处谢孝，经过双父孙氏门前，无意中失落玉镯一只，被孙玉娇拾去，是由刘媒婆从堂窥见，借此诓取玉娇绣鞋一只，命他儿刘彪在大街之上向师父讹诈，我父不允，二人争斗一处，当经刘公道解劝，并未公允，随即各散。彼时又出孙连庄，何也之间刀山二人，一无凶器，二无剑等，无故将师父拿在公堂，一味行求暗无天日。师父乃文弱书生，不堪痛楚之得，举行去召，拘留监狱。妾巧娇一闻此信，惊骇异常，转回家下，并无千丁之忧，家母一人摔朽卧病，失意情急，紧依法律规定条例，拒状上告府厅，副状提押拘留，无得确情，一决其二，这说明这现在都是我的问题。哎呀，曾经理，您瞧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就会耍嘴皮子啊！曾经理，我还有一套，还有一套，我还有一套。哎，您瞧着，我会变魔术，我会变魔术。哎，瞧着，哎，哎。你这行，我瞧瞧你脚丫子。耶，你再带过去吧。哎，石谦，哎，我问问你啊，这餐厅服务员都应该会些什么呀？啊，斟茶倒酒，笑脸迎，刷碟子刷碗，搞卫生啊，把您的本事露出来我瞧瞧。是嘞，苏尔达，您呢上眼瞧。我先给您来个洗盘子。我再给您刷大碗。
球清扫天花板。怎么样？爸，我会的多了，我十拳生就一双偷天的手，这爪上的功夫啊，我呀全有啊。你偷偷，哎呦，说偷多难听啊，这叫借。在哪？你开的是现代化饭店，我呀会双手擦自动钢化玻璃门。我瞧瞧。好，您上眼瞧。哎，有的是的啊！哎呀，石谦，哎，要是我们楼的那个旮旯里头有灰尘，你怎么擦呀？对了，把那楼顶旮旯给我擦干净。楼旮旯，您上眼瞧。回厨房的也等着。哎，大个子，有，你会什么呀？我会变脸呐。哦，啊，就是说见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变什么样的脸。你要是见了咱们国内一般顾客是什么脸呢？哦，见到一般这个顾客嘛，哎，我变这种脸呢。你说我啥样？你啥样？还要有意见？就这个不吃不吃，再不吃给你没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孙总这脸怎么样啊？要是见到外国来宾呢？啊，见到外国朋友啊，哎，变这种脸嘛。哎呦，够洋迷了！非常不，哎，怎么样，孙总经理？要是考古学家来了，你是什么脸呢？考古！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够机灵呢？好，连我也串味儿了。我总经理是来问你，外国专家到中国张口店考古，你给人家变什么脸？哦。外国朋友到北京的交口店去考古了。对了，啊，有了，我要跟这种人了。好着啊！孙总经理，行不行啊？你可真傻，见什么人会变什么脸？对，本总经理，我可就怎么了？不要。我们的宗旨是待客如宾，一视同仁。哎呀，孙总经理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还有一手那个顶呱呱的绝活嘛，绝活。哎呀，你还有什么绝活啊？我会宰猪啊！什么？就是杀猪了。我杀猪！哎，孙总经理，你看好，哎，过几个来帮忙。哎，帮忙，来，咱们给他搭把手。来，孙总经理，请你看好，我要开杀了啊！您快杀吧，那您快杀。哎，孙总经理，怎么样？往哪儿看？这手还可以，可是有一条规定，只许在后边杀猪，不许到前厅接触顾客，当什么会变脸的 work。啊，这个工作来之不易嘛。江光谱，哎，孙总经理，听说你武艺高强。老娘要跟你比试啊！孙二娘，您这老胳膊老腿的，待会儿我可担待不起呀！你哈，少废话吧，玩真的！请多关照。你还挺……我干嘛呀？干嘛？干嘛？怎么着？阿玛尼玛尼。
兵的吗？哎呀，少娘啊，您这儿万兵多啊，我改做命包了。弟兄们集合！本总经理现在宣布考试结果，武大郎在。我任命你为本饭店面包房的特级厨师。哎呀，谢谢了，您辛苦了，站起来吧。石青在。啊，你呀，虽有前科哦，但尚属可以教育好的青年。啊，我收下你了，任命你为餐厅服务员。谢总经理，焦光谱。哎，我说孙总经理。哎呀，哎呀。啊，你行啊，我任命你为保卫干事，一定看好大门。哎，重点是堵住后门。这您更放心，我这儿有铁门槛。哟，我任命你为五载员外交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洗猪肠子。哎呀，这个工作可太不卫生了。好，招考结束。哎，总经理，还有的是杂交我呢。哎呀，我都把你给忘了。本总经理要的是人才。是是，不要奴才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搁这洗酒精的好好的官不当。去演什么假棍儿？哎呦，回法门寺去吧！不要我了，好嘞，咱家我改行当倒爷去了我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饭店于1987年元月28日20:15正式开张，欢迎各位光临 ，Welcome。弟兄们，你们瞧嘛、啊，咱们的饭店刚开张，嗯、苏红和胡松华就来表示祝贺。小小的我。